的身体为此发挥一切众生请转妙法轮教导我们如何了生脱死离苦得乐速证无生。那么回来呀、有5点钟在万佛堂那回来，本来预备7点钟可以赶回来讲经，结果呀这个车太多了，11点钟呢才赶回来。那么今天呢还不是那么样困难，所以呀、走了1点1刻钟才呀、从三藩市到欧克伦。预定的时间呢本来1个钟头就可以来回，结果呀那么就是单单怎么过欧克伦就用了1点1刻钟，1个钟头零15分钟，所以回来啊就晚一点。我觉得很抱歉，很对不起你们各位呀、从很远的路来呀听经，结果令你们很失望。我觉得很抱歉，所以呀、希望你们各位呀、不要发脾气。如果你一定要生气的话那也没有关系。 I don't cry. Don't cry. OK. 何故不明住实际者，何故修行普贤恨缘，又为修起何故不能究竟法界舍菩萨道。这是普贤菩萨告普贤菩萨言：善哉佛子，如汝所言，饶此菩萨摩诃萨同一切佛，以何异故不明为佛，乃至不能舍菩萨道。佛子，此菩萨摩诃萨已能修习去来今世一切菩萨种种恨缘入智境界，再名为佛，与如来所修菩萨恨无有修习。说明菩萨那个普眼菩萨，请问普贤菩萨，说为什么这一位菩萨和佛呀是一样的，所有一切一切都同于诸佛，为什么他不明啊，叫与三世，与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这三世的诸佛无二住者，没有两样的一个地位呢？为什么他还叫菩萨呢？何故不明住实际者？为什么这一位菩萨他却又不能成为正得这个实际的离体呢？他叫一个住实际者呢？
何故修行普贤横愿尤为修习？为什么这位菩萨呀，他修行这个普贤菩萨的横和普贤菩萨所发的愿，他还没有停止呢？如果他同于诸佛，就应该停止了，为什么他还没有休息呢？何故不能究竟法界？为什么他还不能究竟这个法界的诸法实相呢？他舍弃这个菩萨所修的道而不修呢？为什么他还要修菩萨道？怎么他就可以同于诸佛呢？什么原因呢？这个普眼菩萨为当来的一切众生请问普贤菩萨，儿时普贤菩萨在这个时候，这普贤菩萨啊就告普眼菩萨言，告诉了普眼菩萨，就说了，说什么呢？他说：“善哉，佛子啊，说你呀、是一个很好的佛的弟子，如如所言，就像你所说的这个话，饶此菩萨，假设这一位菩萨中的大菩萨，同一切佛，同一切佛呀，一样。”以何义故不名为佛？以什么义理呀、他就不能成佛呢？他还是成菩萨呢？乃至不能舍菩萨道呢？乃至于他不能舍弃这个菩萨所修行道呢？他要成佛了，就不应该再修菩萨道了。佛子，你们各位佛的弟子啊，要知道这一位菩萨中的大菩萨已能修习过去未来和现在世的一切菩萨种种横愿，所有的菩萨种种的横愿他都能修习入智境界，他要能入这个一切智的境界，才名为佛。那么他圆满究竟的智，一切智了，这可以叫佛。但是于如来所，在这个佛的地方啊，他还要修行菩萨所修行的横门，无有休息，他还呀不能休息来行这个菩萨道，还是仍然要行菩萨道，所以呀、他的名字就叫菩萨。天下兴亡，匹夫有哉？也就是说呀，这一个国家好和不好，每一个人都有宅念，都有关系。那么我们这个佛教的兴亡，每一个佛教徒都应该负一部分的责任。你人人要是持戒律、守规矩，这佛教就会兴旺；人人要是不持戒律、不守规矩，那么这个佛法就是末法。人人守规矩，人人持戒律，这就是正法。现在在亚洲的佛教可以说在不久的将来就都要毁灭了。那么毁灭
也就是啊，佛教几乎没有了。可是在这一个国家毁灭了，在另外一个国家又会兴起来。亚洲佛教将要灭亡，那么在美洲的佛教和欧洲、澳洲、非洲这个佛教啊就会兴起来，因为以前没有佛教的地方，现在佛教就要啊流到那个没有佛教的地方去了。已经有佛教的地方佛教灭亡，那没有佛教的地方佛教又兴盛起来。可是在这个佛教刚刚兴起来的时候，那么人人必须要护持这个正法。讲到佛教亚洲佛教灭亡，这令我们佛教徒感到非常的痛心啊！但是每一个佛教徒自己也不承认自己的错误，还认为啊，佛教灭亡与我没有关系，这是旁人的事情。可是啊，我们要知道啊，佛教灭亡，我是佛教的一份子，我不能啊令佛教发扬光大，我使令佛教灭亡，这真是啊应该生大惭愧，应该呀、啊、引咎自宰啊！因为这个，我老老实实的告诉你们，我常常啊在这个拜佛的时候啊，我觉得呀啊真正的惭愧，我对着佛前常常啊是痛哭流涕，觉得自己呀、啊、对佛教一点没有贡献啊，这叫一个什么佛教徒呢啊，甚至于在佛教里令佛教啊一天比一天衰落。那么幸亏到美国这儿有你们这么多的青年人来出家修道，我希望您每一个人呢都是做佛教的栋梁之才，能以呀、啊、使令佛教发扬光大，推行到啊全世界每一个角落去。这是啊我对您每一位的希望啊和期待。那么想要弘扬佛法，先要啊充实自己的道德和学问和智慧。想要充实自己的道德学问智慧，就要啊科己福礼，每一件的事情啊都要自己回光返照啊，反求诸己，自己是不是一个好佛教徒，是不是和一般的在家人还是一样。我出家是不是天天我修了道了、啊、
我天天呢所行所作是不是还有贪心，贪名啊，贪利啊，贪食啊，贪睡啊，贪色啊，有没有这个思想？我要有就要赶快把这些个邋遢东西都收拾干净了它。要是没有，我一天比一天要求进步啊！我出家了之后是不是啊，我烦恼断了，我无明破了，也没有断没有破，也要赶快想办法断烦恼破无明，这是很要紧。如果我们出家人和在家人还一点没有分别，头上啊虽然没有了头发，心里那个头发长得比谁都长，这样子应该生大忏悔。什么叫心里头的头发呢？就是你那种嫉妒障碍，总看着人不如我，生一种骄傲心，这都是心里生出来的头发。你不能真认自己错，什么时候你也得不到真正的智慧。真正的智慧是真知道自己的错误生出来的，所以说真认自己错，莫论他人非。不要净讲旁人的不对，他非即我非，他的不对就是我的不对，同体明大悲。那么时时刻刻都要这样想啊，我不能有贪心，我不应该呀、有这个杀生的念头，我不应该有偷盗的念头，我不应该有邪淫的思想，我不应该有打网鱼的这种意见在里头，我也不应该啊常常啊好像喝醉酒似的发狂的样子。咱们一定要做一个清清静静的一个修道者，一定要做佛教的一个好的佛教徒，不要身在佛教里头来破坏佛教，令佛教一天不如一天，自己还不知道忏悔，这是很要紧的。我前几天没说吗？俺们出家了，又不是为名，又不是为利，俺们为什么还要背着那么一个臭包袱放不下？斗争的心那么坚固。那么在正法的时代，不要在这个佛教刚刚传到没过来应该是正法时代，就在这个正法时代就变成末法了，这是最值得痛心的。咱们现在在这能做一点就做一点，咱们要好好啊依照佛教的戒律去修行，人人呢拥护这个佛教令正法呀久住于世，这是每一个人的责任。每一个人把自己的黑暗要破除了，要现出本有的智慧光明。什么是黑暗？
就是啊那个自私自利的心。什么是光明？就是利他大公无私的心。你有大公无私的心，就会现出智慧光明。你常常是成自私自利有己无人的心，那就是黑暗愚痴，没有智慧。有智慧的人都不会常常去看旁人的不对，给旁人洗衣服所以每一个人在这一点要特别注意。咱们要行菩萨道，不要做一个罗刹鬼行菩萨道是利人的，罗刹鬼就是利己的，所以在这一点应该特别认识，特别注意。每一个人要特别注意自己，不要净欺骗自己把自己欺骗的这一生到死了的时候堕地狱了，那时候才知道觉悟，但是已经后悔迟了这个因果丝毫不爽的。你种善因就结善果，种恶因就结恶果。你就是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无论你做什么事情，如果错了因果，那都会堕落的尤其欺骗自己，这是最愚痴的人。怎么叫欺骗自己呢？就自己明明做的不对，还自己说我自己对自己给自己讲道理，自己给自己做辩护律师，这样子是最危险的，最要不得。所以这一点呢，希望各位善知识赶快的要明白一点，不要那么糊里糊涂的这个一辈子不但没有得到利益，而且还非常危险这是太愚痴的人才这样做。在我们有生命的一天，就应该呀不要自己欺骗自己。那么我是这样说，信不信还是在你们自己。如来诸利皆悉一如在明实利，虽成实利行普贤行而不休息，说明菩萨知一切法而能演说明一切知，虽能演说一切诸法，于依法善巧思维，未尝知悉说明菩萨知一切法无有二相，是在说明悟一切法于二不二一切诸法赤壁之道，善巧观察辗转增生，无有休息说明菩萨已能明见普眼境界，说明普眼
悉能明照一诸暗章，明无外间澄清意念，无外见者说明菩萨。如来诸力是佛的实力，皆系一入得正者的灾明实力，这个就叫实力，就叫佛虽成实力，但菩萨虽然他成就了实力，可是啊他还行修行这个普贤的恨而无休息，没有休息的时间。说明菩萨，这个就是一个菩萨知一切法，能明了知，知道一切法，而能演说，又能演说一切法，明一切智啊，这就是一切智者。虽能演说呢，这个菩萨他虽然能演说出法呀，可是在这个每一种法呀，他善巧思维未曾止息，他还是要思维去修行，说明菩萨。所以啊就叫菩萨知一切法无有二相，这一切法呀连一相都没有啊，所以啊怎么会有二相呢？是在说明悟一切法，这个悟一切法的佛。于二不二，于这个二相啊和不二之相，一切诸法呀识别之道，那个分别的这种道理，善巧观察，是吧？善巧来观察这一切诸法，辗转增胜，一步一步的更加胜进，无有休息，没有休息的时间。这个呢就叫一个菩萨，宜能明见普眼的境界，说明了普眼才叫佛啊。虽能啊证得普眼这种境界，可是念念增长，还要啊往前求进步，未曾休息，没有一个时候啊停止的时候，说明菩萨。这个呢所以还叫菩萨不叫佛。一切法，对一切的所有的法，悉能明照，都能明了离诸暗障，离开一切的暗障，明无碍见，这个是啊没有障碍的，这个见也就是佛的一个别名。常勤意念，这个菩萨呢他常勤意念无碍见者说明菩萨，他常常啊纪念的这个无碍见，是纪念一切诸佛，所以还名呢叫菩萨不叫佛。宜得诸佛智慧之言，是在说明教一切法，观诸如来正教智言，而不放逸说明菩萨诸佛所住，欲佛无二说明欲佛无二住者，为佛舍受修诸智慧说明菩萨，常观一切世间实际，是在说明住实际者，随常观察诸法实际
而不正如一部舍利说明菩萨不来不去无同无异此等分别细节缘起是在说明修习愿者广大修习圆满不退灾明未息普贤愿者了知法界无有边际一切诸法一相无相是在说明究竟法界舍菩萨道遂知法界无有边际而知一切种种异相其大悲心度诸众生尽未来际无有培焉是在说明普贤菩萨这佛呀已得诸佛的智慧之眼了是在说明教一切法这个就是教一切法那么也就是佛的境界观诸如来正觉智眼观察佛的正觉这种智慧之眼而不放逸自己呀、啊，时时刻刻的勤修精进说明菩萨这个就叫做菩萨住于佛所住的境界与佛无二啊，说明啊与佛无二住者就是啊和佛是一样的为佛摄受为佛所摄受修诸智慧还要修一切智慧说明菩萨这个就叫做菩萨他还没有圆满的智慧常观一切世间实际啊，这一切世间的实际真实的离体是在说明住实际者这住实际也就是佛的一个别名随常观察诸法实际这个实相而不证入没有证入这种实际的离体一不舍离也没有舍去就在这个边缘上说明菩萨所以这叫菩萨不来不去无同无异此等分别细节永起都没有了是在说明修习愿者就是啊一切都圆满了广大修习圆满不退灾明未息这个就是没有能停止的普贤愿者普贤菩萨所修行的愿力了知法界无有边际明白这个法界本来是没有边际的一切诸法一相无相本来也一个相也没有是在说明究竟法界舍菩萨道停止修行菩萨道了虽知法界无有边际啊而知一切种种异象不同的其大悲心生出一种大悲心度诸众生愿意度一切众生近未来呀这时间没有培养没有厌倦的时候是在说明普贤菩萨这个就叫一个行普贤菩萨恒愿的一个菩萨此毗卢伊卢波那相王住金鸡山七宝
气口周围吸一气饱而为蓝寻宝多罗树四壁行列真经罗网密口其上相身皆来犹如科学上立金床君为璎珞宝网扶皮宝铃垂下七只成就六牙具足端正充满见者心乐调良善顺心无所逆绕天地时讲欲悠行而时相王即知其一便于宝库而莫其行是刀立天施主之前以神通力种种变现令其身有三十三头与一头化作六牙与一牙化作七齿一齿中有七莲花一花中有七才女一时具奏百千天妖世世地时称之宝相从南圣殿王毅花园芬陀利花遍满其中世世地时至花园矣从向而下入于一切宝庄严殿无量才女以为侍从歌咏寄邀受诸快乐佛子普贤菩萨又唱一声说你们各位佛的弟子譬如啊伊洛波那相王这个相王住金歇山七宝窟中这个七宝的洞里边七窟周围系七宝而为蓝寻这个窟里边呢用这金银琉璃玻璃车具蜘蛛玛瑙做这个栏杆呢来呀庄严宝多罗树有很多宝多罗树次第行列一行一行的很整齐的真金罗网啊弥覆其上在上边相身洁白这个相是白色的犹如科雪就像个雪那么白上立金床在这个上边有金床又有这个金呢是璎珞沾金做的璎珞宝网啊扶鼻你那个一个宝的网啊盖着他这个鼻子宝铃吹下带着这个宝铃啊啊吹下七只成就啊这个七只啊成就六牙具足这个
端正充满，见者心乐，谁见者谁欢喜，调良善顺，这个性情很调良善顺的，心无所逆，你谁呀愿意干什么他也不会不高兴的。要天地时，这个玉皇大帝呀讲玉游行，要去旅行的时候，儿时相王这个白相王啊，既知其意，知道啊这个地是天的这个意思，便于宝库尔墨起行，在这个宝库啊就隐遁了，没有了。至刀立天，到这个三十三天始主之前，第十天的前边，以神通的力量种种变现，令其身有三十三头，三十三个头，与一头在每一个头啊化作六牙啊，每一个头都有六牙，与一牙化作七齿，每一个牙上啊变成鹰有七个水池，一池中在每一个池中啊有七莲花，有七朵宝莲花，一花中有七才女，每一朵莲花上有七个这个天上的才女，一时俱奏百千天药，百千种天上的阴药。这个时候地时称之宝相啊，坐在这个宝相的上边，从南圣殿呢往一花园的花园去，芬陀利花遍满其中，有很多这个小白花、白莲花、红莲花呀、青莲花、紫莲花，这很多的花遍满其中。事实在这个时候啊，第十天至花园已到，这花园里边的从相而下，从这个相身上下来，入于一切宝庄严殿，一切宝贝所庄严的殿，无量才女呀，在这个宝庄严殿呢，也里边有无量的这个才女，天上的天女，以为侍从，歌咏祭药，就唱歌，受诸快乐，受一切一切的天上阴药这种的快乐。儿时相王不以神通引起相行，现作天神于三十三天，记住才女与芬陀利花园之内欢愉喜乐，所见身香光明亦复，往来尽止愚孝观瞻，皆如彼天等不能分别此相此天，相之于天更互相思，复死彼亦若波那相闻，与金蝎山七宝库中无所变化，至于三十三天之上，为供养尸体欢迎，化作种种诸可乐物，受天快乐，与天无异。佛子菩萨摩诃萨以佛入室，修习普贤菩萨恒愿，
一诸三昧一为众宝庄严之居，其菩提分为菩萨身，所放光明一直为王，见大发传明大发鼓，大悲为哭坚固大愿一为其言，智慧无量犹如狮子，法僧寂顶开示秘密道主菩萨行愿彼岸，位于安处菩提之座，成一切之得最正教，增长普贤广大恒愿，不退不息不断不舍，大悲精进尽未来际，度脱一切苦恼众生，不舍普贤道，现成最正教，现度说不可说成正教门。儿时向往，在这个时候啊，这个白象王辅以神通，他又用他这个神通引起象形，把这个象的这个形这个神形引起来，现作天神，他也现作一个天上的天人身，于三十三天和这个三十三天的天王天人，一诸才女和这一切的才女，于芬陀利花园之内欢愉戏乐，互相游戏，所现身相光明，他的光明和衣服和往来的禁止行动，愚孝观禅皆入彼天，和这个天上的天人呢等无有异，没有两样的，无能分别此相此天，没有人能分别出来呀，这个是相变化的，或者这是真正的天人，没有人能分别出来，相之于天更乎相似，这个相啊和这个天人呢互相都没有分别。佛子，普贤菩萨说，你们各位佛的弟子啊，比依罗波那相王啊，于金蝎山在这个金蝎山七宝窟中七宝啊这个洞里头，无所变化，在那儿他本来是个大白象，至于三十三天呢，只唱为欲供养十七欢音，为啊想供养这个因陀拉王，化作种种诸可乐物，化作种种啊这一切可爱乐的这种物，受天快乐，受天人的快乐，与天无异，和这个天呢上的人没有两样。佛子，菩萨中的大菩萨已复入世，也像这个是一样的啊，修习普贤菩萨的恒愿，基督三昧和其他种种的三昧，以为众宝庄严之具，修成了这种种的善根，犹如众宝庄严之具，七菩提分，用这个七菩提分呢为菩萨身，所放光明，
一直为网放在大光明网，建大法场，建一个大法的法场，明大法法中，消起这个大法中来。大悲为窟，这个大悲啊，就是啊，好像一个七宝洞似的。坚固大愿，即为其牙。这个坚固的大愿就是啊，好像那个象的牙似的。智慧无畏啊，智慧呀、无所不畏，犹如狮子，好像那个狮子似的。法僧祭顶啊，用这个法僧来啊祭顶，开示啊毕密道诸菩萨恒愿彼岸，到一切菩萨所修行的恒愿的彼岸，为安处菩提之座，成一切之得最正巧得增长。这一切的善根普贤广大的恒愿，永远也不退，永远也不停止，也不断绝，也不舍离。这个大悲心呢、常常清净，尽未来际呀、尽未来际劫，度脱一切苦恼的众生，不舍普贤道，现成最正觉。不舍啊，离这个普贤菩萨所修的道，那么世间呢成这个佛，现不可说不可说成正道门，现出来说不出来说不出来那么多的成正教的这种法门，现不可说不可说转法轮门。现不可说不可说诸身心门，欲不可说不可说广大国度，现涅槃变化门，欲不可说不可说赤壁世间，而现受生修普贤恒，现不可说不可说如来，欲不可说不可说广大国度，菩提树下成罪正脚，不可说不可说菩萨中亲近围绕，回于一念穷修普贤恒而成正教，回虚穷回于一时回于一日回于半月回于一月回于一年回无数年，回于一劫入世乃至不可说不可说劫，修普贤恒而成正巧，现不可说不可说那么多转法轮的这种法门，又现不可说不可说那么多呀助身心的法门，菩萨与不可说不可说广大的国度，现涅槃变化的法门，又与不可说不可说的识别世界不同的世界，而现受生修普贤恒，在那受生托生去做人，修行普贤菩萨所修的恒门，又现不可说不可说的如来，与不可说不可说广大的国度啊，菩提树下成罪正巧，
能成佛。菩萨又于不可说不可说那么多的，又有不可说不可说那么多的菩萨众来亲近呢围绕，回念穷修普贤行而成正觉，或者在这个一念最短的一念之中修行普贤菩萨这个横门呢成就啊这个佛道，回虚穷，或者在很短的这虚之间，回一时，回着在一个时间，回于一日，回于啊半月，回于一月，回于一年，回无数那么多的年，回于一劫啊，入世乃至不可说不可说那么多的劫，修行普贤菩萨所修行的横门啊，成就啊佛果的菩提。